您好，您是男方还是女方？我是新郎的前妻，今天过来送他最后一程。辛苦数一下登记好，我叫林小汤。完了完了，大型修罗场。接下来有请新郎新娘交换戒指。等一下。对不起各位，我是江巡的前妻。你干嘛？疯了！这位江总，我们一起创业，白手起家，最后你跟公司的实习生搞到了一起。我本以为你们是真心相爱，可是没想到呀，不到一个月公司就破产，现在又如此神速地迎娶一位新人。江巡，你不是说公司要上市了吗？他的话你也信？他是不是还说公司上市前账目需要好看，等着你们投资一笔资金？你怎么知道？你们家是怎么发达起来的？靠着你这个恋爱脑吗？林小棠，你别不知好歹。祝福你前程似锦。林小棠，出气了。周总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前客户的婚礼，我怎么能不来呢？见笑了。你那个小跟班就是那个慕言，他回家继承亿万财产了，分了。那我是不是就有机会了？周总，我承认在我们 GT 最危急时刻是你挺身而出，我们是很好的合作伙伴，但是你不能随便拿我就开玩笑。谁说我是在开玩笑？我不管是不是，我现在对男人有抗体。再见。干什么？他说了今天算是送你最后一程。我们之间的事好像跟周总没有什么关系。有没有关系你说了不算。我知道上次竞标为什么我输了，你们之间是不是早就有些问题？我建议你啊，还是先去哄哄新娘子和亲朋好友。你信号，劳烦送回家吧。